这是一块水泥花炮砖，它是最容易吸水的，而且也是很轻的，所以它很容易吸水。哦，现在测试，哦，由本公司所生产的防火剂、防水剂，哦，喷涂以后所造成的效果的防水效果，现在喷涂，哦，喷水，哦，你看的，它是一滴一滴水在上面呢，是形成一滴一滴的珍珠状的水珠。哦，它是不渗透进去的，不沾到表面上的，它只有停在表面上。哦，哦，这是非常漂亮的水珠，就是哦，珍珠滑落。现在好用吹的，看它是效什么效果。哦，你看它就是会滚动。哦，这个水珠呢会滚动，就代表它跟这个表面呢是没有接触的。好，你看表面还是依然没有任何水滴，哦，这代表它是连一点点那个吸水的功能都没有。哦，这就是我公司所生产的防水剂，哦，涂抹在那个水泥上面的，水泥制品上面的。好，现在呢反过来这一面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背面。哦，它是什么效果？哦，这是没有经过处理的。哦，现在泼小溪水。哦，有没有看到水滴？哦，马上水滴就马上就跑出来的。哦，这代表它马上吸下去了。哦，好，测试成功完毕。